明年期盼望贴纸的时节，拢有众多的学生诶，对台湾国体来当面容天书。也伫学生诶，遇到许爱体验，按过大部分拢许面容彩纸诶学生诶。望贴纸结束之后，也伫学生诶嘛爱几多七教诶佛教特殊，按过太福边也个学生诶，就爱准备出沙币。开始面对人生海的阶段，现在的体力面对的就是作弊的问题，一就是年尾子，一个后生的，一面对后生飞，一个人最认真、最失望的，每日发通一两万的天数。唔单为工作人，还为美食家，可以讲迄文也买，武也买，今日伊就去做兵嘞。收到兵单之后，接下来就要去出枪。出枪的去兵役，太假丢了眼用的，天龙位置都真拱手出枪。唐讲，今日起山有一支火力个枪，每一个出枪的人拢东强的出到一支枪无。因为左边已经扎满五公年嘞，还有个厝道开裂个，真是有拉水小个嘞。领导位置个时间，大家拢动紧张。因为一机场接听之后，一年的惩罚，按个位置连宽又莫宽，输一寸，就敢抢拿风一来。抢一打开来，当头下轮，海军陆战队兵 T 上队 T 一号，哎呀，是好威！母啊，我抽到海了噶，紧叫爸爸来啊！也很慢轮拢无效的吧？唉，也可能，也可能迄八公的安排。所以为止，你就赶紧复印时做海军作战队吧。第一个高兴的就是说他已经长大了，哎呀，也是心情很依依不舍的心情。你也都过乖呀，来的吼，糖人的花哈，糖人的花。早起床，靠，超兴奋的！这么早起床，早打桌球都没那么早起床。开玩笑，几点就爬？你就睡到八点再去啊。没办法。几点的车啊？九点啊。九点开始的。嗯。波多嘛。波多。波多。好呀。我嘛跟啊。真假啊？有没有很感动呢？有。靠！连伟志光荣入伍的执行带劈一下，劈一下。执行带。现在要劈了。先劈一下，先劈看看，补好再帮你。还要修一下哦。我靠，刚刚好。而且你要最好劈到最光头。对啊对啊。哎，我从美容劈过来的。会不会有打过？好，整间寝室都是大家。哎呦，又咳嗽，还有说梦话的。哎，这样住多少人啊？一个寝室嘛，大概四五十。因为有些人去东京都没有人都没有带东西，就只有这样子。哎，你们去看看。哎，交代一下事情，有没有人要帮我去奇美高中拿那个？拿什么？成绩单。什么成绩单？就是那个扣地折叠。可是你要把你的身份证资料那些要先留一下，因为怕到时候。可以啊，就是。我已经不是啊，我前天已经去登记啦。哎，他今天应该就已经。好，我去帮你拿。交出，交出，交出，然后就去，然后去医院盖章，啊，那叫我名字就可以了。OK。哎，你要不要那个证件给我？哇，从这里拍下去真是赞。我已经点好了。说真是交给你。哇，还行，还 IT 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嗯，真好的，你搞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后面那一句话最，你要转过来啊，转一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这个花片好。啊、哦，怪强的哈。也就底细。你拿出个海鲜。好，干了。还烦我呢，阿拉也爱做比你妈个心情。哎呀，也是心情很，然后、哦、第一个高兴的就是说他已经长大了，要当面就表示他已经长大了。是有一点依依不舍的心情啊、哦，所以他爸爸讲依依不舍啊，你可以摸希望啊。对啊，有没有跟我们相依嘛？昨天就在犹豫，好不好？反正现在放假很快，一个礼拜就回来了，一个礼拜回来了。讲啦，啊，妈妈有办法。好，妈妈有办法。就是跟爸爸讲的一样的。啊，相同啊。啊，跟阿妈呢？阿妈，孙呢？左边呢？有吗？有吗？你也都过乖一点的吼，糖一点花哈。啊。糖一点花。这当然都要经过的哈，就是男主的多啦，男主的多。哎，谁买胎多高？谁买胎多多？捣乱。嗯，啊，周明哥也叫偷的啊。乱讲啊！阿妈讲的呀，没爱讲。三天是星期啊，三天是星期，三天。那我们21号回来。好兴奋，对。浩生辉还有，浩生辉还要等着你回来整顿你。哇，阿嬤阿嬤出来送，有有。伟志，好准备啊！送嘞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我吃几耐啦？我唔判得啦，唔买啦，我吃几耐？嗯。好了好了。我们去骑山，嘿。佮乖啊，唔好样个啦，佮惊佮个。知道你出来的时候，阿妈掉眼泪了。阿妈，金顺，是啊，害我们差一点也掉眼泪了。可以啊，你好吗？好，你好，哎，来来，走开，开开。你去满洲乡吗？鞋，我完蛋了，六字，今天比较特别啊，耶、yeah ！喂，姐姐吗？有要跟你讲个话。嗯。喂，婷啊。在睡觉。还睡梦啊？还做面呢？还在睡梦啊？
我来争取你，你得炸起你。快乐快乐乐舞手册。看什么？快乐乐舞手册。常备兵服役指南。因为我看不到。快乐乐舞啊。引用干钢啦，引用干钢啦，替代一讲啊，等于蛋糖丁啊。所以你又放假了？我放假啦。你退伍啦？我放假啦。你海陆退伍了？海陆退伍了。对，我们帮你把它养到这样应该够了啦。省掉一个玩乐，我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它吹胖了。吹手。他要走的天堂路，我们都笑僵了呢啊！哦，不行了，很开心呢。你现在怎么说？我现在怎么回美容？你跟我讲，超戏剧性的。大家都说我要去当海军，还好你没有李光头。啊，体重嘞？80。好，这个也是验退。你要做吗？跟老搞不清楚啊！很底呢？为什么样？哎，为什么要量身高体重？很底哦，差很底哦。你要量个跳高嘛？啊，跳高就不是去啊？杠起吗？杠起吗？现在怎样？没看到。现在在打电话在问啊。为什么？问说有没有机会验退啊？在他手里面，在他手里面，拍不到啦。聊天谈下去，我觉得不止哦。你93公斤呢？对啊。要跟我一样，哎，你跟钟小阳快差不多了呢。你也快破百了，哎。钟小阳比较虚，你比较尖。学起来。来了，上兵了，好兵啊，哎呀。168，他93.3呢。对，再开始转速器。应该是不会过了，他是有上过。要汽车，他帮我停车，闪一边。替代一件，替代一件，我就免去啊。你快上嘛！妈，超开心的啦！超开心！我们的鞭炮白放了，我们的七点就起床，白起来了，阿妈的眼泪白流了，假等哦！因为我们跟你阿妈说。果然我们果然我们天堂路是有用的，以后想要验退的请来找我们了。
这个消息回去之后，笑片了。等一下，你要回，不然让我们庆祝一下。哇靠！水狗已经打死我。开屏。水狗说。在广州。走走走，在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什么事情都让。这个人的人生都很搞笑，根本不用你。他从错到海陆间才。伟志快来了，他在后面停车。对我讨厌同事啊那样。大家都拢在加改衣，送行一下。送哦，应该。有可能他今天不用去了。对啊，没有，有比我重吗？啊，无比我重，佮伊的体重、甲身高、甲成无，甲成变成迄种。超过迄个标准啊！超过标准啊！我这么快就回来了，然后你就回来了，啊？为什么你走回来？我们的鞭炮哎！你的方向不一样哎！为什么你的方向跟人家不一样？我跟你讲，你浪费我们的睡眠时间，浪费我们的鞭炮，浪费我们的口水，浪费你阿妈的眼泪。哈哈哈哈哈！替代回去等替代役。是在这边的工作呢，非常非常的多。对，因为比如说，包括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馆嘛，那比如说是他有时候会指空间，比如说是服务台，对，或者是尘土或者是清土，对，那各个空间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。喂，你在哪里？图书馆啊，太好了，我要还书，那我去找你。可是饮料可以带进去吗？哦，还是你要下来？方面的问题，比如说电脑坏掉了啦，灯管坏掉了啦，或者是单枪坏掉了啦，几乎我们真的都是找他。你等下聊天来了。喂，小妹吗？手机没电了。228过后。228就聊你聊，或者就聊你就报道。下部队，阿金。对，是不是就是讲到一半就电话就没电？八年了嘛。哎。阿来个听。十二月八号。是啊。十二月八号啊。看能不能先跟他说一声，说。那你破百呀？你破百啊？从以前到现在的替代役，它的功能是算最强的哦，真的。因为之前的替代役不知道是不会还是拖一拖，就是都说不会这样子。那其实伟志这个呢，可能是美浓客家人吧，就是很就是不会推脱这样子，就是全部弄一下弄全部都来，所以
其实我们这个馆到现在都还蛮依赖他的。能当替代条件有两种，就是用申请的，啊，就是你身上就是不符合替代资格申请，可是你有那种特殊专长，谁可以申请替代的？这是第一种。那申请到的一年两个月，啊，像那种大黑嘞胖胖女模嘞，有没有？又胖的，然后比较瘦的，身体有残缺的，一年就好。哦，是啊，给你赚到。我们家十一个月是很辛苦，十一个月，然后你就是两两的十一个月这样。你在不平衡什么？